事一定要懂得潮流。现在就是上衣要让你做一个找不到那么窄的外衣啊。现在不要窄，现在就是要堆积感在这里。对，这一季很流行是怎么样？像这种网状的，那潮流就在说你还要有一个这个贴标。TVBS 欢乐台40频道晚间10点，女人我最大，享时尚 B 基金。